年大概有几个礼拜啊？52个礼拜。哎，52个礼拜，我就来龙兄虎弟37次啊！还有参加龙兄虎弟音乐教室之前，我一年的年收入啊，大概就新台币20几万了。20几万、哎，年底还可以退税啊！一个哎。还可以退税。以一个艺人来说，如果真的是19、20万的话，平常也是不够用的，不够用。你光服装，光听说这个吊带啊，这个吊带，听说就这个吊带就好几万。对，我这个吊带没你的领带贵啊，还自己套。在您身边呢，开始呢开朵莲花出来，莲花出来了，从20万，第二年呢，马上。哎，上了37级以后，哎，不要说赚多少钱，我还调了一部车啊，调一部车子，哎，对对，报纸上有看过，哎，调了一部车叫宾士600，哎呦，价值600万。那么最近我这个收入大家都知道，哎，我倒是考虑一下买2台宾士，还是买一条船呢？买一条船，我看班主任现在都还骑机车上班。好，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？我这个衣服现场换，我们是现场换，现场换验收吗？验收这不是验收，这是裁验收的哦，验收好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哦。真的有人穿白雨鞋的吗？哎，黄先生，等一下哦，怎么会两个鞋子，全部都是向右转的脚？糟糕了，那我现在只能这样表演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客家人，嗯，我住在关西呀，关西，哎，那个采茶，哎呦，采茶，哎，对不对？现在环保的问题啊，真正的冻顶乌龙茶了，已经消失了。哎，我拜托了啊！现在客家朋友讲话也没有像你那么严重。哎，我们家是这样，已经消失了，这有这么严重吗？是的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民族性啊。嘿，现在就给各位来回味一下我们台湾当年采茶的这些风光。好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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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的不走的呀？走的。哎呀，拍拍手啊！双双笑笑真有趣，姑娘心欢喜。茶叶，茶叶已经长成一棵树了，满山能有绿。采茶的姑娘心欢喜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我给他何处惹尘埃啊？什么？尘埃啊，尘埃没有，可差一点留下一个尸体。掌声鼓励鼓励。欢迎张宇先生。这叫
校是在培养什么人才？培养什么人才？音乐的人才。是啊，我要用音乐的礼物来回赠我们班主任。班主任带来新歌消息，谢谢。是你最后的消息，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你当时的表情，你当时的心情，有没有一点痕迹可寻？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，越往远处飞去，你越在我心里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回忆。谢谢。如果唱歌的时候你突然回头对着我，因为是这种感情突然间的抒发嘛，那抒发你不能冲着我来抒发呢，因为你这样一来我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才对。原来喜欢演戏啊，喜欢演戏还不简单，跟班主任说一下，马上就给你排一个戏。哎呦，林嘉怡小姐。我今天要求你们好好演一个离婚记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奶奶经说，我今天要上龙兄虎弟，他说没有什么才艺的人才会被叫来演离婚记。哎呀，所以说的是你，还是说的是赵姐？张宇，这不是我讲，你不能讲真话。你看嘛，啊 ，Black Pepper。说不定也有人叫太太叫黑胡椒的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叫糖果，为什么不能叫黑？他叫你黑胡椒，你也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名字啊，不然老是吃亏呀、啊。Cameron，Black Pepper，You come home， Hey please turn your tail。Big hand。他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 ？Big hand， 大头啊。不然会完全挡住我。想看要怎么样成功？哎 ，music，black 火椒，大头，臭头。哦，你回来啊，你真辛苦哎。I have 事情要告诉你。稍等下，甲讲，你先去换衫了。咱即卖市长要请咱来去吃饭。所以 please quickly, OK? 讲话就讲话，吐口水就吐口水。那不要边讲话边吐口水。对，你要吐口水就吐口水，不要边讲边吐。哦，对，你刚刚一道彩虹跑出来。赶快去换衣服吧，市长在等我们吃饭啊。不换。嗯。为什么不换？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事情回来再说嘛，现在我一定要跟你讲嘛。这种人，告诉你，嗯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好啊。干什么？新车型怪物。如果不可以挽回，就要开始情绪，就要开始堆积。还有你的主题歌啊。两行清泪啊！我要离婚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是。哇哇！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了你，你竟然就这样要跟我离婚？市长还等着我们去吃饭。我们家的小孩补习还没有回家，你不赶快去换衣服，
谈什么离婚的事情。这歌请继续编下去好吧。你要动啊，你不动啊，我没有一点点勉强，我只是有一些难堪，每天晚上我都不相信我可以这么快就完。该你了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？何必可惜。好，鼓励鼓励。还有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鼓励一下。小妹妹，你不错。谢谢。据我晓得，你来台湾奋斗很成功，也闹出了不少绯闻。关于这一点，请向大家解释一下，好吧？因为你这样会伤害别人的名誉。我吗？你妈妈没有。听说你很深深地爱上那个主持人，有吗？那是我的私人的收获。妹妹，来台湾不要乱搞男女关系。好，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？今天是我唱郭不淳。郭富城，郭不成，郭不成就已经不成了嘛啊！哦，他唱他的歌了。对。哦，听听看啊。但是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停这么久呢？还有是吧？现在马上唱的时候，你彪。这个声音叫彪啊，这个声音叫八，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孙淑美的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淑美阿妹。您年纪还很轻啊。对。哦，您是民国几年生的？70年。七十年。一点风度都没。我们家的狗都69年。不是班主任在讲，现在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个年纪是一代比一代更轻，他们当然压力就来了啊！你觉得应该教他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啊？希望他们节哀顺变。不要，小孩子讲错话，童年
年无忌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啊？未当回头的咯。好，听看麦。看到没有？现在这个单元不是那么好上。对，嗯，我们来个即兴创作。即兴创作，对，我刚才，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点旋律都没有。嗯，来，我们来个即兴创作。没有旋律啊？没有旋律。你班主任说第一个音要和要哆还是咪，还是说随便你选？随便吗？随便你选。哦，嗯，哆了，哆了，哆。整整三年，班主任带领着我们勇往向前，开创无数美丽的未来，像一盏明灯，照亮着我们也是世界的伟人，混乱的象征。我们勇即兴的表演，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样子，嗯，既然已经来到这边，就干脆把绝学都拿出来，绝学通通拿出来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子，我们请孔锵老师来帮我一下。每次一出来都要把自己弄得很雄壮威武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有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生，什么四手联弹，哎，对，哎，今天我跟孔锵老师来一个四手联弹，跟他们尬一尬。好，来来来。
姨孔锵将来一拿翘了，你就坐那个位置啊。哦，不过还有一个，其实刚才在谈的过程当中，还是有一点点吐槽。哦，吐很多槽。对对对。那其实这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手指不够灵活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手指的运动。手指又有运动？对对对。哦，那就不关我的事情。很简单的样，哎，四个，这大怎么样？半组会不会？来，四个。哎。四个，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，五四三二一二三四，哦，五来，五四三二一零一二三四五四四，哎呦，五四三二一零一，这个还不容易，这个精彩，这个精彩，这个精彩，我来帮你做一做，这个跑掉了，二一，哎呦，一零一，二三四五四三二一零一二三四五。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是开玩笑的吧？我在这边，因为我是跟徐总相反边的。其实还有，其实这个是大家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闲得无聊，在课堂底下，老师没有在上，老师在上课，在下面，我们再玩一个游戏。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这是不是很简单？同学会不会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右手比左手快一拍出来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班主任会不会？因为这太难了吧，还快一拍出来。一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了，才艺表演完毕，拜拜。新家两个过来吃烧的，两名都闹赛。莫名其妙，等一下。